正当各方忙于为已故菲立亲王今个星期六的丧礼进行准备工作之际，王位第二继承人威廉王子和夫人凯特昨日公开爷爷和妈妈一批从未曝光过的珍贵照片。最令人感动的一幅是菲立亲王和英女王和七个曾孙的合照。这幅大合照是在2018年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内由凯特拍摄的，在相中出现的由威廉和凯特的长子乔治王子、女儿夏洛特公主和幼子路易，还有安妮公主的孙女伊斯拉，他们的另一个孙女萨玛娜，以及安妮公主的另外两个孙米亚和莱娜。在照片入面见到英女王手抱住的仍然是 BB 的路易，而另一幅相是菲立亲王、英女王、威廉夫妇、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在2015年的合照，而第三幅相是在1966年影的旧照，见到菲立亲王和王储查理斯一同打马球，两父子分别坐在马背上威风凛凛，而查理斯当年只是18岁而已。